中年香火鼎盛，信徒络绎不绝的鹿港天后宫，供奉主神妈祖，百年来庇佑往来航行的船只，是鹿港人的信仰中心。历史悠久的鹿港天后宫，建于清朝雍正三年，西元1725年，由世事榜献帝迁建，集结鹿港地方士绅的力量，聚集了一流匠师，历经数次翻修，打造出今日鹿港天后宫的壮丽面貌。富丽堂皇的建筑与巧夺天工的彩绘及雕梁画栋，庙中陈列的珍贵史料与宗教文物，使鹿港天后宫成为台湾宗教的重要地标。